今年度灾害防救前景计划成果发表，余翔局长吕清海颁发今年度八份合格防灾师的证书，该县长王章良颁发表扬100年度到110年度执行前景计划成果杰出的民雄绿草布袋等三个公所，以及职业企业、社区防灾师、民间志工团体以及参与防灾手册，有奖征答有双好好。由我们的伊藤正义董事长今天也代表我们的全公司代表受证。今日活动展现出改观灾害防救前景计划，推动五党来中心阁，嘛则由公开表扬的方式鼓励人员的士气，并且感谢在地企业、民间志工团体等等合作改观推动防救灾的工作，更加希望会当下增营业，和更加侪民间力量来投入。嘉义县灾害防救深耕第三期计划，那今天做成果展，那也颁发了很多的防灾的这个训练人员。那包括韧性社区，那包括有一些机构啊，来加入到整个防灾相关的这样一个计划。那这边谢谢所有的个人，或者是团体，那或者是社区大家对于所谓的防灾跟减灾的这个努力跟投入。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县政府当平台，然后能够来带动大家平常就注意到防灾跟减灾的相关的努力。那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有韧性对抗灾害的县市所以在这边谢谢所有人的努力。王章良讲，前一阵啊地震是较侪，希望透过更加侪民间力量，有效降低人民性命财产的损失，强化解决各乡镇市的防灾能量，打造更加完整的防救灾体系。记者黄美佳，关超报道。